亲爱的怡真，你是一个很外向、很擅长跟陌生人相处的一个人。你很贴心的注意到第一次见面的外婆在客厅的另外一侧，你怕外婆无聊，所以主动就过去陪她聊天。亲爱公公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00天。原本11月要举行婚礼，可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女儿想想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延期到今天。可是我们也很开心，我们的婚礼有她的参与。第一关就是要用乒乓球绑在腰上，然后把乒乓球摇出来。怎么样？哎，居居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等一下。From now till forever, when you take me home. 当你跟我说你明年就要离开高雄。要去台北工作5年，虽然我很惊讶，但我们更加珍惜每次相处的机会。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或是没有做什么，而是单单纯纯的因为你是你，所以我爱你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你也只要继续的做你自己，我就会被你迷倒的完全无法自己了。以后怡真就要交给你了，哦，啊，现在还再增加一个负担，一个重担了，哈，哦，还要想想，哦，好，以后就看你们自己的小家庭、小生活了，这样，哈，哦，好，那以后就看你了，哈，哦，加油，哦，幸福，嗯，好，嗯，妈妈要讲一声幸福，怡真，以后我也一定会。不负你们的期待，我们会也都长大了，我们自己也会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身体健康，且顺心平安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希望的事情。谢谢爸爸妈妈，让我在这个家住了30几年，还继续住在这里。然后现在有了想想之后，还是一样，就是除了照顾我之外，连女儿都一起照顾了。就希望你们都身体健康，快快乐乐的。妈，请喝茶。开心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公，嗨，喝茶吧，爱你哦。欢迎加入我们离家的大家庭，我们都喜欢你。谢谢。我们家里面我最喜欢你。谢谢。加油。时常在看着你的时候，会想说，恰到好处就是这样子吧。我可以喜欢你的那些永远讲不清楚的好冷、好冷、好热、好热。我可以哭着跟你说，会不会是我不够厉害，所以病人才没有活下来？我可以在你的面前完全的做我自己。你可以在我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给予我好好的安慰。距离阻隔了我们每天面对面相处的机会，但如果两颗心互相挂念的话，再远我们都知道身边有个人会支持你。当我们心中有了和对方共度一生的想法时，这就是我们最完美的誓约，我们最完美的誓词，非常非常的长。我将用我的往后余生来告诉你这个答案，你也准备好用你往后的一辈子来听我讲吧。老婆，我爱你。Forevermore.